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今天是什么活动啊？同乐会啊，你那个字念乐啊。哦，同乐会，没错。同学，你们有没有准备才艺表演呢？有。那我们先从阿尼、老师，我可以先来吗？你先。哦，来，请坐啊，不用站着欢迎我，坐着。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可以知道我身上这一个叫做什么？吸管。我是个魔术师，要自己变吸管出来。不可能！那我变出来一吸管就吸管，怎么变？就是有可能，但是我需要一个魔法口诀。这个口诀是：汗马。哇，要这样子啊！但是老师，只有我一个人力量是不够的。老师，你可以帮我吗？马子马哈哈。老师，你这样子魔力没有传过来。没有传过来。老师，我再示范一次，你要看清楚了。看清楚哦。马子马。老师加油哦！马子马，哇！有了！我看到老师的力量在这个吸管里面了。同学们，看清楚了，眼睛眨都不要眨了！啊，哒！我这个阶段呢是两阶的魔术表演哦，刚刚呢是吸管分身术，现在呢是吸管漂浮术。吸管怎么能漂浮？又没有长翅膀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根吸管我手握着，我如果把手放开了会怎么样？掉下去。但是如果我只要喊马子马，它会浮起来。不可能啊！老师，麻烦。又需要老师帮忙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跟刚刚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马子马。老师，我收到了，看清楚了，各位同学。我只要握着这根吸管。前面的表演也很努力啊，前面的还不错，后面那个有点逊掉了，明明就很不错，我觉得还蛮精彩的。老师换我，我的就很特别，看仔细咯。好，老师，阿尼的吸管只有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我带了一整袋的道具哦。来，我要先把这颗气球呢打气之后，我需要一个小帮手来帮我拿着。那老师，那我也可以邀请你当我的小帮手吗？没问题。好，老师，那我呢？我把这个气球绑好之后，你要帮我拿好哦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老师，等下这个呢？表演的是我们俩。气球飞出去了。老师，你要认真啊！你刚刚都帮他，好像没有抓好啊。都那么认真，你都没有。这次我们要加油，好吗？好，我加油。我们给老师鼓励一下。好，老师，这次我一定要抓住。对，你要抓住，我要抓好哦。好，这真的要抓好哦。老师好强，真的是超人。老师你很厉害哦。好，老师，刚刚那个吸管空飘术不稀奇。我们先让这个气球，待会经过我的 magic 之后，要放到老师的身体里。不要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老师不会这个魔术哎，老师没关系，因为变魔术的是我，你是小帮手。这个小朋友在家千万不可以模仿哦，叔叔有练过。你们就小朋友什么叔叔啦？我是魔术师，准备了。老师，请你转过去，转过去，看天花板，嘴巴打开，啊，让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
是啦，刚刚那个呢，只是让大家笑一下而已。其实呢，我这啊。效果而已，好不好？笑那么大声，我气球还在这，要没有破。我跟你说，真正的厉害是，你看，就算它是破了之后呢，我还是可以把它转一转，捏一捏。待会呢，我要请老师帮一个忙哦。好好好。因为老师呢，你吹一口气之后呢，它就会变出一个可爱的动物造型的气球哦。好，老师，请你先深呼吸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再吸气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这才是真正的魔术哦！太太比你厉害耶！迷你版的小狗送给你，好可爱哦！上上，怎么样？哇，我才不会拍手呢！对啊，我也是想一想，我也觉得还好嘛。哦，我也觉得还好。好，那你们说换谁啊？换谁？太太，你坐下，换我，换我，换我。啊！换大叔，换大叔。那我今天要表演的呢是模仿秀，要看同学跟老师可不可以猜出来哦。好，好，我要开始喽。好。啊！我想到了，不是鸟啊，鸵鸟，鸽子，隔壁班的阿牛，对，很像。哎，哪里像啊？老师他们猜错人啦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自己模仿不还怪我们？不用。好，那我再模仿一次，看你们可不可以猜出来啊？羊，不是啦，会生蛋的，会生蛋的，生蛋的，恐龙生蛋，知道？不是，是母鸡啦，母鸡啊，哦，好啦，生蛋。刚有个咒语是什么啊？你马子打哈哈，马子打哈哈，马哈马哈。那这样，那等我数到三，你们帮我喊这个咒语哦。大家都要吗？对，大家都帮我一起喊，准备哦，一、二、三，马哈马。生出两颗蛋了！哇，拍手拍手！而且是红色跟黄色的蛋，我真的看不下去了，超无聊的。你们男生到底有没有好好在准备啊？哎，什么什么？你不能以一个大叔的表演就说我们男生没准备，好不好？大叔下来啦，我看不下去了，躺躺上，为我们女生争一点面子。好。大叔，你们是说准备吗？换糖糖了，糖糖加油！对，我希望你们的双手先借给我一下。好，双手。好，跟着我的 tempo 一起来。哦，好期待哟！摸摸摸摸摸摸啊！摸摸摸摸摸摸啊！哦，这大蹦扎！今天我要来说一个笑话，这个笑话你们一定会觉得超好笑的，仔细听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有一天，小红帽走在路上，走啊走，走啊走，突然发现大野狼出现了。那你们知道大野狼会想要咬掉小红帽，对不对？小红帽就很害怕，就开始跑跑。突然发现，那里有一个捷运站，哎，他就跑进去里面，然后拿出他的悠游卡。逼进去之后，转头跟大野狼说：“哈哈，捷运站里面不可以吃东西哦。”我真的觉得很好笑，好笑，超有创意，超有创意的。等，等一下，甜甜，我觉得你这个笑话有一个很严重的逻辑错误，哎。在小红帽跟大野狼的时代，有捷运站吗？而且怎么可以觉得大野狼跟在小红帽后面就是想要吃它的意思啊？对啊，大野狼去吃三只小猪就好啦。对啊，你们干嘛这样讲这个笑话？我准备很久哎，你们不笑就算了，还批评人家，没礼貌。好啦，甜甜，你看看这只可爱的气球小狗，看了心情会好一点哦。看了心情真的会好吗？会啦。可是我越看越气啊。你看，这个狗狗是台台折的，它虽然折气球还蛮厉害的，可是它骗老师，哎，它让我们误会你，哎，还有啊，你那个吸管魔术烂死了，你干嘛这样戳戳戳戳骗我们，害我以为是真的。再来啦，最不想讲的就是你大叔，你从鸽子窝拿出两个球球，说是鸡蛋，哼，什么东西，你根本没在准备啊！喂，你们女生说什么？
什么啊？对啊，我们都没有讲你们，你们还讲我们啊？而且说不想讲，还是不是讲出来了？对啊，没有道具，早上准备很辛苦哎。没有道具吗？你拿出来啊！你更不要插话，你看你这跳舞还有自备音乐，还有音乐，还有帮你打节拍，还是会啊。你回去练习一下笑话，再来讲就好了嘛。真的，我们那天做道具，那没有道具。有吸管，有气球，还有球，你有甜甜，好了，甜甜，你过来，来老师这里。同学，老师觉得你们表现的都很好啊。老师问你们今天是什么活动？同乐会。是同乐会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同乐会。是同乐会。那同乐会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大家开心。是啊，大家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聚在一起，互相分享。而且要欣赏对方的优点，你们现在这样吵得闹哄哄的，根本就失去了同乐会的意义了。而且，甜甜，你怎么可以一生气就把气球捏破了呢？老师是他们先批评我哎。可是你也不能一生气就把气球捏破，你这样情绪控管很不好哦。可是我就很生气嘛。老师觉得你们表现的都很棒。没有谁是第一名，谁最棒？大家应该要欣赏对方的优点。老师，我们知道了。老师，我也知道了。我应该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不能这样子爆炸，会吓到大家。彩蛋，对不起啦，我一时情绪失控就把你的气球捏爆了，希望你不要太生气耶。没关系啊，甜甜，其实我们男生也不应该笑你们说你的笑话不好笑，其实你准备得很辛苦，我们都感受得到哦。虽然现在心情已经比较好了，但是我一想到我把台台的气球捏破了，这样子不就没有了吗？没关系，我有准备很多的气球，这样好了，一个人一个气球，发下去。好哎，老师也要一起学哦。好啊好啊，太好了。那呢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来打气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是帮气球打气啦。哦，气球加油，气球加油，气球加油！是把空气打进气球里的打气啦。哦，我有多带打气筒哦，大家轮着用。好。阿米，阿米很厉害。